哦，对吼，不然我赢得很。来了来了，好了，八六换到保时捷，保时捷讲得出来，驾驶者的问题啊。哎，你开启认真模式哦！操！哎，快点撞，直接撞柱子哎！才这样，才这样夸你哎！早安！搞什么？直接撞东柱！哦，都想好后面要超车的那个，完落啦，鬼！行啦，撑不到两圈啦，到一半就 GG 了。真的吗？啊，贵就是嘞。给你选图啦。哇，就蹲下去就好了啦。